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吼，真侪活动吼拢取消了吼。很感谢长荣吼，今年在疫情的关系吼，也很特别吼，抱着妈祖婆慈悲的心吼，共同来做这个每年的年历吼。当然这个年历吼，除了这个空姐的配合呢，还有我们朝天宫所有的镇头媒体朋友那是所有的吼工作人员吼，共同吼来保庇咱台湾吼，以及全世界吼，会当平安。我也借这个机会吼，甲大家报告吼，我们今年将在吼12月15号吼到12月28号吼要来办一个水陆大法会，希望呢大家拢有当共同吼来祈福啦吼。这个水陆大法会是吼朝天宫300多年来吼第一次，我也希望吼这个空姐不只是为了这个年历吼，我们可以吼一起来祈福。感谢大家，也祝福大家，谢谢。你是这次的发起人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说这1到10年是爱心空姐年历的设计师，也是发起人。今年第几年？今年是第10年。Okay, 那我们这个年历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？我们这一本年历啊，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年历的特色。这本年历啊，全部是我们空姐自发性所完成的。那这本年历从头到脚都是空姐一手包办，所以发起人是空姐，摄影师也是空姐 ，model 也是空姐，化妆师也是空姐，买便当的也是空姐。所以呀、那我们就是大家合力完成这本年历已经10年了，到现在我们已经捐款700多万，帮助了很多没有家的孩子。那今年我们跟妈祖一起手牵手，要帮助更多的孩子，好不好？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支持我们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想这本年历应该也是目前嘛，全球唯一一本空姐年历。因为大家都知道疫情关系，航空业冲击很大，航空公司很多倒的倒，不见得不都不见。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可以发表这一本年历，我们真的很谢谢八杠妈祖的到来帮忙，谢谢。一百一本能报告，大本小本的拢赶快。一本能报告，哎，能报告，赶紧做公益。了解，好。在与地方文化结合，我们特别的用心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请大家一起来购买十三月历，你们就会知道里面的所有内容和我们用心的部分。谢谢，欢迎购买。遇、okay、到大家来帮拍摄这个空姐月历，然后这次还结合了这个北港朝天宫的传统，然后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，这样子。Okay,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跟我们响应做爱心，然后帮助小朋友们。对。